那星展银行是在2015年开始协助我们的，那其实它就是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。在碰到星展银行之前，其实我们是准备要把公司做结束经营的。那当时就是因为星展有这个奖助计划，那其实我当时是并不知道什么叫做社会企业，只是这个比赛它的精神，我觉得跟我们的营运的精神很相似。那我想，那不如就让国外的这些评审来决定我们公司的未来。对，所以就很幸运的，我们就拿到了这笔 grant， 所以就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信心，让我们可以继续走得下去。